大家好，今天来这个 CQ 犬舍拿帮粉丝预定的双线筒拉布拉多，之前帮粉丝预定的哈，养护还没有来，打过电话了，咱等一下进去带大家看一下血统的拉布拉多。养护来了哈，咱先进他家这边总工区带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他家黑拉拉宠物，今天咱就是拿他的幼犬哈，这是狗爸，这边都是公狗哈，他家养的血统拉布拉多比较多，看没有，还有一只枫叶红的大黑金毛，这边是黑色拉布拉多，看没有，还有德牧哈，这是德牧，这也是金毛哈，头版比较夸张，还有这种看到没有，皮量太松了，有人喜欢这种肉腿的，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经典的，这种肉腿的看着我是不太喜欢的，但是有好多之前有好多人追求这种肉腿，咱还是上那边院子看一下狗吧，母狗还有幼犬都在另一个院子，走了，看这是另一边院子，这也是拉布拉多，这边都是母犬了，看到没有，这边有几只好狗哈，品相好的德牧，之前那个大哥给介绍过，这只 是曾经高价大价买的哈，这也是拉布拉多，那只德牧漂亮，这边是他的中母哈，双线筒拉布拉多，这边都是母犬，这个是奶白色的，这是黑色的，这边也是黑色的，然后那边是人家自留的，咱今天来看的是这边的哈，幼犬哈，在下面，看没有，里面都有，咱等养护来了，咱进去看一下，现在就是老狗在门口，还不敢进去，看那是白色的哈。他这检测过了，要放线上，然后养护说今天还没有喂，准备的吃的，先让小狗吃一点鱼子吧，6万块钱拉多。看大家这边还有四只小狗，你看这两个哪个？你放呗，我找你放呗这两个，我今天要了不干吃。啊，这边你拿不了这边。你放时间了，哥哥。啊，一块吃吧。我怕你给我换过，我觉得那个头发大点。今年喂，问完在哪？测过的就是刚才那个头发大一点的哈，就是让养护贵一点，咱再拿走。他家还有，现在这是白色的有四只，黑色的咱拿走一只以后还有四只，这个是狗妈妈。漂亮哈，开饭了哈，看到没有，乱了哈，我的妈的没有吃的哈，看到没有，都开始吃了哈，还有没有喜欢的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